同学，大家好。昨昏讲到，好伫经典上，更面难啊，烈行民族，广受众贤。消毒三将，清净六军，念佛七斋，参禅学道，高超三界，警团四星。这几句话，会当讲将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教化众生的总纲领拢讲出来了，过来呢，佛哥教导咱切勿穷贪嗔痴，行杀盗淫，切勿的能力，非常肯定，非常恳切，千万啊唔通做。贪嗔痴是三毒烦恼，佛菩萨跟凡夫的差别就在这里啊。诸佛菩萨已经断贪嗔痴，绝对无啊杀多淫的行为，那无这行为，念头都拢无啊！这是圣人啊，凡夫贪嗔痴杀多淫的念头，从来都无断过啊！只是无外言，伊未去现行。一个拄着外言呢，伊立刻就去现行。这是凡夫修行未当正果、未当开悟的原因啊。让咱学会的同修有未少的人常常跟我讲起，怎样才会建立佛菩萨的境界呢？建立是正道啊，怎样才会建立呢？必须开解，该才会建立啊！该个行是一件代志，该在行中，行在该中，就建立咯。如果咱单照佛所讲的这些依规去行，未当啊，深解义处呢，也是未当建立境界啊。这一定爱办啦。清凉大师在《华严疏钞》
言语内面讲啊真好，有解有形，情重下见；有形无解，情重无明。拢袂当成就，所以真正会用功的人，功夫得力的人，一定是戒行并重，定慧定学，慧是戒啊，定是行啊。这个所在这两句，不穷贪嗔痴。是上界门啊，无做杀盗淫是上行门啊。有行无戒，迄个行是勉强的。袂当达到一个反逆啊自然的境界，有界无形，迄个界绝对袂透彻。总是难免产生偏见、逻辑，若是迁怒，所以这两句话重要啊！咱甲看现在社会，唔免看其他的所在，专门看咱佛门。咱家己这道场，伫咱四周围的这些同参道友，有几个人会当识别贪嗔痴？有几个人会当袂做杀盗淫？只是程度上的差别而已。咱这些错误的念头失去，也无真正的放下，对咱的改行决定产生障碍。我哋经常甲人讲，一切众生根性有内根，有钝根，有所谓上中下三根。三根对倒来，咱是属于倒一种的根性呢？老实讲啊，三军啊，不是讲一定的，我没有定法可算啦。你肯放下，你就是上军。放下一部分，也有一部分未当放下，你就是中军。完全不能放下，你就是下军啊，哪有一定呢？完全的家己啊，身心世界世出世法拢总放下咯，那你啊就是上上军咯。由此知影，
分性啊，甲头上门教有真密切的关系啊。大圣经读多咯，听多咯，容易感悟啊。哇，这句话讲，从咱对下君提升到中君，对中君提升到上君。祖师大帝教咱读诵啊，爱会向你随文立官啊，随着经典的文理，随着世尊所说的一切法，家己不知不觉的就入了境界了，这是入观啊。用现代话来讲呢，不知不觉就将咱家己的想法看法转变了，这就是随文入观啊。读久了，读多了，听多咯，这就是讲分修的力量。分修的力量最显著的是为人演说，这力量真大咯，效果非常殊胜。甲别人讲一遍，比家己读十遍，印象拢会较深刻。所以诸佛菩萨是无碍边呐，有敖耍无碍边，欢喜讲啊。诸佛菩萨无非拢是甲咱做修学的榜样，咱也嘛爱学到欢喜讲啊，才会有进步。欢喜问，别人无问咱，咱活倒转来问伊啊。对于家己的智慧见解拢会增长，智慧真正长一分咯。你对世言，包括佛言，你诸诸连连会放下一分。注意讲，誓言唔通擘啊，佛言也唔通去擘。啊，恁呐嘛捌听过讲禅宗所讲的，念佛一声，缩口三工，拢落袂清气啊。那是表法做予咱看的啊，甲咱讲，古今的佛法是世化佛化拢唔通去沾染，世化佛化都爱离开无？无需要，为什么无障碍啊？你离开也错咯，执着错咯，离开也错。离开安怎呢？你也起心动念咯，决定就爱不起心不动念，一切法还你如是啊。
咱讲放下，放下是两边拢都要放下。有的这边爱放下，空的那边爱放下，执着爱放下，无执着爱放下。分别爱放下，无分别也是爱放下。这是真正的放下咯。放下执着，一切拢未执着咯。你执着一个，一切拢未执着，你也是无放下。所谓两边放下。中道不准啊，你这是立佛的境界啊。现在禅风得魂，七天无看到伊，净良大师在注解里面跟我们说，这七天没看到，七时标七角枝啊，七角枝没未记的，所以你就不能见到七角枝放下了，这才会见到啊。清凉这个讲法不能说是无道理啊，这是个讲法啦。但人换这讲法嘛，会用你啊，因为佛的经常无讲这七天一定是代表什么，伊是我呀。我感觉这个七，七这个数字，在佛法里面代表圆满。七这个数字啊，是讲四方上下当中，表示意思。我感觉咱无用清凉的讲法，就用七表法的意思，七是圆满，拢总放下了，迄就是七的意思。圆满的放下了，你才会见到，因为。魂比丘是代表初住位啊，隆重放下了，你才入初住。也有一项放未落。这最后的放下是什么佛法啦？分别佛法、执着佛法，你未当见到咯。马明菩萨做《大乘起信论》，主要怎样？《大乘起信》是什么境界？这也是圆教初住菩萨的境界。现在七天无看到，七天以后看到了，就是马明菩萨在《起信论》里面跟我们说的。他虽然说一件事情，但是这是一个理，我们可以故意翻山。他说我们听到爱你言说上听，你名利上，你心言上，
迄离啊，就是放下咯。听经会让你这三个相，读经会让你闻理相。先开经观，唔是讲无爱闻理，也是两类目睭看到这个闻理。这内底有真多法相名词。理解东西啊，这是真理啊，不是那些东西没爱淡掉了，那理无理啊，那是理有理就空啊。你言说上听，不是无听经，也是听个清清楚楚啊。那理是什么？不执着，不分别。我听听无分别，不执着，即相离相啊！我看看不分别，不执着，叫做啊妙观察啦。要咱见些闻声，麻烦你到位，就是讲有分别，有执着，你当妄想害咯。故是伫这个所在啊，啊，你隆重放下，清净平等觉现前咯。清净平等觉就是真佛，梵高创诸菩萨是真佛啦，唔是假佛，文静即佛啦。啊，由此知影，得分 BQ， 啊，即个善财参访得分 BQ， 迄个七天的七啦，都是代表梦想无明。七天了后，意思都是破一片无明，破一片无明。正一分发心，立万初诸位处啊！啊，咱这种的讲法比清凉注解较听有，意思嘛真正圆满。所以古代这个物件，咱会当参考。唔通执着，一定爱遵循，啊！你家己就袂当开悟咯。但是咧，在咱初学的时阵，决定啊是爱遵循，无遵循是咱家己胡白乱想，咱家己无开悟啊。迄、那个经意思虽在咱讲，咱讲袂圆啊。人提出几个问题，就甲咱问倒咯，下面哪会用呢？家己啊，真正有误处咯，哎，将个人的这个注解放下咯，放下个人注解，即能入经教，佮放下经教，你才有见性啊。所以佛教咱有真好的暗示，佛没有话可说，不但没有定法，佛没有话可说，就是教咱唔通啊执着，释迦牟尼佛所说的一切法，你执着伊所说的一切法，嘿，你就是啊，七天看不到这个得分 BQ 咯。释迦牟尼佛的法隆重下掉，诸圣的法现前，你也就见性了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可是大家听我安尼一个讲，千万不能误会。你现在一定要依佛法，不但要依佛法，一定要依过来做出大德的注解。为什么？现在啊是凡夫啊。一片烦恼都无断啊！
咱哪会当甲现在来比呢？现在参风得魂，主要会记得见书烦恼多安咯，心灵啥烦恼多安呢？也就是讲，分别执着拢断咯，只是梦想无断。所以即天无看到，等一片梦想，自生现前咯，你有法解了。你化解了后啊，修心法门，修念佛法门啊，对相相来讲，现象来讲呢，这魂比丘是现在的别方，伊住伫山顶，山代表观呐、啊。不要这意思，不要超出的意思。伊伫另外一个山峰，伫迄个所在经行，另外一个山峰表什么意思呢？表特别法门啊，念佛这个法门是特别法门啊。佛林讲的门无大道啊，八万四千法门以外的特别法门，伊伫山顶进行念佛，就是咱啊现在讲的八九三昧，就爱念阿弥陀佛啦。有的经常这种的实现有真深的意思啊，那是咱执着的文字顶面，执着的颜色顶面，这个意思你未当体会到。所以理想即相，理解东西，理解不离啊。你这有一个立处啊，啊，咱现在有经教的同学，对有这的道理，一定爱知影，来认真努力去学习。唔，那伫经教顶面，你会随文入观，爱将伫经教。内面啊，所学到的，在生活上随时立观，若观接触六尘境界，事事物物，你也拢会用智慧观察。用智慧观察，这现象是什么呢？总而言之，这现象都是。一切有为法都梦幻泡影啊！啊，爱在现实的生活内面去观，不是当梦想啊，不是在遐咧想，这是梦幻泡影，不是，唔免想啊。观啊是无用啊，心意识。无梦想啊，无分别，无执着，就是安尼观察。时时啊，会提起金刚经上啊，这四句偈的原则。对照啊，咱的六根接触六尘的境界。然后你得到总结论，凡所有相皆是浮梦，你的心自然清净，自然就放下了，未过念着了，你的智慧会开啊，
你若认为讲遮个事事物物拢是真的，拢是实在有的，啊，你就错了。那讲你未开智慧，你决定也阁是会做杀盗淫，也是会去贪嗔痴，也会做遮个恶业，做恶业就决定爱受恶报啊。六道轮回是家己做呀，三途地狱嘛是家己变现的呀。离开家己的心识，决定无一法啊可得。无离开家己的心识，虽然现一切法。这个一切法也不可得啦，色法不可得，佛法也不可得。八戒经上，这个大八戒经上不可得这三字啊，讲几千遍了。但爱在这个生活当中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之中啊，去勘验、去证实，就叫做正果了，就叫做正道。啊，这段咱就讲到这地。